我说我想成为一代宗师。很多人笑话我，快看他长得不好看啊，怎么可能当得了男主？是啊，异想天开。他长得不好看啊，还是我呀，怎么可能还敢当男主？很多人想看我的笑话。很多人对我视而不见，很多人甚至不把我放在眼里，但我相信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